就养这个羊驼，还有山羊、小兔子，这些就是真的动物。一旦小朋友过来的话，就去外面，他就得先看看特别好玩的。好。这边呢很大的餐厅呢，但是一到周末，客户来的很多嘛，座位都全满了，非常的火的一个餐厅哦。喜欢吃生的蔬菜，但是，有可能是这边的蔬菜都是有机蔬菜嘛，都很好吃的，非常能吃的哟。这次我跟儿子穿了一点点有金子装备的衣服，都穿了柠檬黄的哟。一模一样的镜子装起来很不好意思嘛，所以只选一样颜色的衣服，这样的话装的也不用客气嘛，很开心的，装起来很好玩的。这边还有露台的位置，小朋友呢一直都坐在宝宝椅上面的话一定是会很不开心嘛，如果不开心的就可以出去外面走一走，这个外面呢就有羊驼的地方，孩子爬过去要看看。羊驼出现了，旁边还有山羊、小兔子，没想到羊驼这么大哦。看到羊驼开心死了，就跳起来一直舞蹈，叫蹦宝宝。蹦宝宝的歌词里面出现了好多动物，所以他特别喜欢跳这首歌的。